2年前在这个地方我开演唱会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今天就是我们全部一起的第一次演唱会，所以 welcome my friends。 我今天说中文，되도록이면 我尽量说中文今天，但是我觉得他们说英文，因为他是放蛋。啊，氛围，氛围有没有氛围？气氛，气氛，下下下，就是这些。我唱完了，所以，气氛，氛围，我能。 但是这个地方是台湾，所以，되도록이면 뭐라고？尽量，我尽量说中文。